这里是河北省邯郸市市中心的建设最早、规模最大，以武陵丛台为中心开辟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公园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青泽之城的走街串巷看邯郸。我们现在是行驶在邯郸的主干道之一的中华大街上，这也是邯郸建成最早的主干道之一。道路两旁种满了法国梧桐，到了夏天行驶在树荫下，你会感觉清清凉凉，葱葱郁郁，满眼都是绿色，也是邯郸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这里就是